尊敬的诸位法师、大德同修，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那么今天呢，是这个明天两天呢、因为协会啊做三十信念。所以我们都回答网上同修的提问，我们就不在协会来讲课，所以没有现场问题。那么这一位同修他写了一封信，很长，基本的意思呢就说他的母亲呢在寺院里面呢往生了，这个瑞相啊也很好，那么他自己很感动啊。那么母亲往生之后呢，他就把母亲的在寺院里面呢这个房间里面的所有的衣服全部拿去灾区啊赈灾了，那么也把母亲抽屉里的一些钱也拿去做功德，那么之后呢，听到人说，这个因为母亲住在寺院里面，那么母亲的东西就应该属于寺院的了，所以呢，这个拿了母亲的东西就应该是偷盗僧物偷盗三宝物了，所以就会下地狱，所以心里很不安他问了到底怎么样忏悔。这个事情呢应该是这样看。第一个，你母亲住在寺院里面挂单那他自己的衣物还是应该属于他私人的物品除非他自己说捐给寺院了，那是另当别论他没说呢，那么这些物品呢还是属于他个人的不属于常住的那么拿他的东西拿去布施这个理所当然并没有犯偷盗你是他的女儿你有这个权利来做主。那么即使你母亲已经把所有的衣物捐给寺院了，那属于寺院财产，那因为你当时不知情你不知道，而且呢你也没有盗心想要据为己有或者是为了自己而去这个变卖，那这些呢做法就不算是偷盗所以你就不必太过的忧虑那反而你这么做我觉得是很有功德的，帮助你的母亲做超度，给他修功德，这也是你尽一份孝心那么最重要的，把这些念头放下不要再去这个自己愧疚了你没有做错什么，只要你是用直心用真诚心用利他的心做事情，就不会犯戒犯戒最重要一个条件就是你起了这个心，
你像杀生，是因为你起杀心；偷盗是起了盗心。如果你没有心，不会犯戒。好，下面一个问题。默学2006年下半年接触佛法，2007年皈依时，在朋友的指导下去寺院受了五戒。当时朋友说：“我能受就去受了。”只觉得杀盗淫妄酒自己应该做得到，这样是否算受戒了？不知道什么情况下算得戒了。另外，没有出离心，不得别解脱戒，但是是否得善愿戒？善愿戒的判罪标准是否和别解脱戒相同？是否犯了根本戒？如果破戒了，如何忏悔？念佛到什么程度啊，可以消除破戒罪？这些都是有关持戒的问题。提得很好。一般同修大概学佛了都受了个五戒。出家的那都受了沙弥戒乃至比丘戒菩萨戒。那么在家人也有受菩萨戒的。那么这些戒律到底你得戒了没有呢？那么是否得戒，第一个看你在受戒的时候如不如法。第二个呢，看你能不能真正守戒。那像五戒这都是可以在出家人给你传授你在佛前发誓那么你就能够得这个五戒。但是呢，守起来很不容易。要守五戒，杀盗淫妄酒都要做到，是建立在十善的基础上。如果我们十善都做不到，五戒肯定做不到。那十善要做到也不容易。它要有因果的基础。对因果要明信。明明白白而且深信。同时也要有弟子规的基础。所以师父常讲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这三个根都落实了，你才可能去得五戒。否则即使是受了还是一样会犯。那受了之后犯呢，这就有很大罪过了。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个很实在的人。他说这五戒是可以不一定全受，你可以受少分或者多分。比如说我觉得我饮酒这条戒我能够吃得好，我就受这饮酒戒。杀盗淫妄自己拿不准，那就先别受。这受少分的。或者我觉得我杀生这条戒我能够吃得很好。但是偷盗邪淫妄语这个不敢说，那你就只受杀生和饮酒这两条。做到一条你去受一条，这你就真得戒。那得戒了，这个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
啊，但是犯了戒，那个罪业也是很大的。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那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自己会清楚。那当然你要学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四个是根本戒。这个根本戒最关键的要除心啊，杀心、盗心、淫心、妄心要根除，那你才可能说持戒啊持得满分。那所以什么情况上需要得戒呢？你至少十善业要做到满分了，你就能得戒了。啊，那么持戒它的目的是为了得定，所谓戒定慧，叫佛法的三无漏学。持戒跟修善呢又不一样。啊，修善它的目标不一定是得定，不一定是开智慧，啊，不一定是出三界。啊，他就是啊可能为了得人天福报。啊，所以他没有那么大的自我约束力。持戒啊他约束力就很强。啊，这是老师对他的教诫，佛对他的教诫。啊，他一定要对老师，对本师负责任。啊，这是建立在师道基础上。啊，那么持戒持久了，心就定了。啊，心定了之后，这个戒就不会犯了。这所谓是定功戒。啊，我们的心清净了，没有恶念了。啊，甚至啊，妄想、分别、执着都能控制得住，不再起妄念了。啊，那念佛人这一句佛号念到啊，功夫成片以上，啊，这就得定功戒了。就是你再也不会起犯戒的心，啊，那当然你不会做犯戒的事，啊，那你这一生就决定往生西方，你就得解脱了。啊，那么，所以念佛念到什么程度可以消除破戒罪，还是要念到功夫成片，这个不难，每个人这一生都能做得到。啊，上根之人，像弥陀经里讲的，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他就能得一心不乱。上根人。啊，那么中下根人，师父常讲，你要真干，3年5年，你都能得三昧。刘素云老师，师父印证啊，他就得念佛三昧了。啊，他在家里修学。啊，奉行啊6个字的这个要诀啊，就是老实、听话、正干。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就得定了。啊，念佛三昧就是得定了。
得定必定开智慧，定功越深，智慧越高。那个破戒就不会再有了。后不再造，这就是忏悔了，业障忏悔了。所以念佛它也是忏悔的一种啊，而且是最殊胜的忏悔法。一般讲破戒要忏悔，通常是发怒忏悔。向老师向大众尽情发怒，把它说出来，承认自己的错误，发誓后不再造了，这就是忏悔。你要真正后不再造，那才叫忏掉了。那么你想想，如果一个人念佛，这句佛号绵绵密密不间断，他就不可能再去做犯戒的这些恶行了。那罪不就等于忏掉了吗？他肯定后不再造了吗？所以这个忏罪第一殊胜的法门，那还是用念佛。我记得以前我曾经在协会讲过印光大师文钞里面的一段开示，就是讲念佛是最殊胜的忏悔法，净土忏悔法门。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同修的提问，他有四个问题。第一，弟子家中也是播经机，昼夜都在播师父上人讲经，故刚开始请了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请过，也从未送过，只说请大家一直在这里听经念佛求生极乐，还加了一个意念说，凡路过我家这个道场的有缘众生都来这里听经闻法，发愿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但弟子从未烧香和供养众生，不知这样如法否？如不如法，最关键的是看你自己有没有真诚心、恭敬心。对这些众生你是不是至诚恭敬？你请他们来听经，好事情。那对他们要恭敬。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家里，这家里是道场，那你就不可以在家里随随便便了。你就要严肃威仪给这些众生做好样子，让大家看到了，他们就欢喜。他们也会敬佩你。因为他听经都听明白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知道了。你要是不能够断恶修善，给他们做好样子，他们也不服气这就不是对他们恭敬。这可能就冒犯他们了。所以最重要的，你自己要认真的修行，把自己功德回向给这些苦难众生，请他们来听经，你第一次请了，你不想送，就是让他们呢长期留在你这个家里道场听经闻法，一起共修，这也是好事帮助他们呢。这一生都能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是你的慈悲，但是你要真正修行，让众生
能够得到感动。啊，你真修行，你家里这些道场的众生才会真修行。啊，这都是感应的。啊，至于说烧不烧香啊，供养食品，那些都是小事情，有能力可以做。啊，如果是啊没有能力啊，你不做也可以。关键是啊，你儒教修行供养，这是对众生的法供养。第二个问题，这段时间弟子听同修说，两位学佛多年的老菩萨都是70多岁的男众，都有些不太正常的状况出现。一个是我单位的退休老干部，说自己是观世音菩萨，他总看到已故的所有亲人，还说有很多乌鸦来害全家，让家人都待在他控制的范围内，他来保护。去看望过他的人们回家之后啊，就生奇怪的病，都说是被着魔的这个老同事折腾了。弟子听了也不敢去接近他，不知道对这样的人该怎样帮助。同修退失信心，世间人也有看法，弟子不知怎样为大家解释这个问题。这是一位啊，这个人呢，我看确实是着魔了。啊，第一个，如果他真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他绝对不会说。啊，佛门里有个规矩，要是自己是佛菩萨再来的，一暴露身份就得走。啊，不能再留在世间。啊，如果说了自己是什么菩萨、什么佛再来的，那不走，那一定是魔。啊，妖言惑众。啊，那这个人，他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啊，冤亲债主上身，他自己也没办法控制自己，说的都是鬼话了。啊，第二个，你从他的行为来看，他对人事物有强烈的控制、占有的欲望。那这个问题就很大了。佛菩萨绝不会有控制占有的欲望。啊，他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更不会去恼害众生。你看有人去看望他，他都回家都生怪病。这就是这些啊魔啊，他恼害众生。啊，那这个情况我们看到了，对这些众生也不要起这个对立啊，我们应该呢生慈悲心啊，给这些冤亲债主念佛回向啊，然后用自己修行的功德啊，加持他，加持这位啊老干部，他业障消除，化解跟这些众生的无始劫来的怨恨。那这是我们啊可以做得到的，相信心诚则灵。魔即使再大的力量，相比啊佛菩萨的力量，那是微不足道的。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佛菩萨的力量呢？必须是自己有真诚心。啊，这个大学，你看儒家大学也讲诚意正心呢。啊，这个心要正，就能够感通佛菩萨。心不正就感通这些妖魔鬼怪。啊，
那大学里面讲怎么才能得到新政呢？他讲了四个方面。啊，他说，如果有所好要，则不得其政；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政；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政；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政。这说了四个。啊，不得心正的这四个方面，那是什么呢？你有好要，好要什么？你贪呐、啊，贪什么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那这位老干部为什么找我？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贪。啊，有控制占有的欲望，这就是贪。啊，贪人家恭敬、供养，啊，说自己是什么什么菩萨，那是极度的贪心啊，心不正，啊，有愤志，愤志就是嗔恨心，啊，这心也就不正，还有恐惧、忧患，啊，那都是因为愚痴啊引起来的。不明了事实真相，你才会有恐惧。明白的人不会有恐惧心，那也不会担忧害怕。这是什么呢？心里呀、啊，把贪嗔痴放下了，心就正了。啊，那么你念念呢，不为自己，为众生。念佛，这佛加持力啊就特别大，一切的魔怨都不能损害你，这是真的。啊，不要害怕，啊，你又害怕，那反而就障住了佛菩萨对你的加持。下面第三个问题。他是讲到刚才说的有两位老菩萨出现状况啊，刚才是一位，现在另外一位呢是早年就离异了，几个儿女都不学佛，所以从不来看他，他就请年轻的同修去照顾他，说今年他去见过师父上人以后，师父上人给他印证过了，总对人这样讲，还拿出和师父上人的照片，还说自己是阿罗汉，要同修去照顾他，说照顾他这样的真修行人是修大福报。同修告诉他说，我们都有工作有家，不能总照顾你，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就去问韦陀菩萨，说我是真修行，你老为什么不护持我，不知对这样的老人怎样去开导。大家看到这样的状况，只是啊难过，不知怎样帮他，这也是着了魔的。啊，着魔不外乎就是贪嗔痴痴爱。这个从他的这个举动，你就知道他心里有贪。啊，希望别人多照顾他，多供养他，这就是贪心呢。然后就想法子了。啊，编一个妄语，说自己是佛菩萨罗汉来的，让大家去照顾。那殊不知，这属于大妄语。大妄语，那就戒经上讲，那是决定堕阿鼻地狱，太可怕了。啊，所以。有机会可以把这个道理啊跟他说清楚，啊，千万不可以造下阿鼻地狱的罪业。如果真是阿罗汉，你还需要人照顾吗？你想想，啊，阿罗汉一个月只吃一顿饭，他心清净啊，不用消耗那么多能量。那你行吗？
你要行，你就是阿罗汉。一个月吃一顿饭，阿罗汉六种神通具足，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漏尽，就是六种神通。你问问他，你要是阿罗汉，你有没有天眼通？隔着个墙，墙那边是什么？你告诉我，你能不能说出来？现在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白宫里说什么话，你能不能听到？天耳啊，我心里想什么，你知不知道？他心呢？你有没有？神足呢更不得了了，可神通变化啊！你现在能不能飞天？你能不能够变化？你要是不行，你不是阿罗汉。老实跟我们一起听经念佛，不要再打妄想了。打妄想着魔啊，就很难救了。那当然，我们也给他念佛回向，这是他业障现前。好，再看下面第四个问题：为临终人的冤亲债主烧一些黄表纸，打发以后再为其助念，这样如法吗？这样啊，最好不要。为什么呢？他冤亲债主来索要这些民间的纸钱，你给他了，你就知道他一定会走吗？你能打发得了吗？万一他要了之后他还想要，起贪心了，或者是这个要了，那另外更一大群又来了你越给他来的越多，你怎么办？所以这不是解决的方法。应该怎么样呢？在佛前带这个临终人向冤亲债主求忏悔。祈求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加持，化解这个临终人跟冤亲债主的这些冤业。有债，希望都能够通过佛力加持都能还。怎么还呢？让这个临命终人往生西方，那一定能还。不光是临终人往生西方，这个冤亲债主也通通跟阿弥陀佛去跟他们开导说，这就不要还了。你不要了，这些债务关系就此罢休。你跟阿弥陀佛去啊，永脱苦海了。为什么你还留在这个娑婆世界受苦呢？要觉悟要放下。你真诚的跟这些冤亲债主忏悔祈请告白劝导，他们能听进去。好，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在家诵读地藏经、无量寿经等大部经？我们这里的人说只有吃素菜才能读诵，不然是不行的，不知道是否真的与他们说的一样。我们平时在家吃荤菜，所以怕不能读诵这些经书。这些经读就有好处就有功德这个不读你就没这个功德。大家请坐
请坐。所以读肯定是比不读好嘛。那么至于是吃素和吃荤，当然是啊，吃素比吃荤好嘛。那为什么不能够改吃素呢？既然都学佛了，都能读经了，都能听经了，那就应该下决心呢，放下口欲，至少这个要减轻一点口欲。那素菜里面呢，好吃的很多啊，营养也很丰富啊，不必呀，一定啊要吃肉，吃肉啊，杀生害命，跟众生结这些冤仇。而且现在的肉都有毒，那吃了之后不仅没有营养啊，反而损害身体。把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了，你就能欢喜吃素。我吃素已经啊，吃了这个16年了，这身体很少病，非常非常这个感觉到全身呢很轻。那你看看我们师父上人吃素吃了60年了，到晚年你看身体多好啊，为什么不干呢？下面一个问题，师父上人和很多大德引用“情与无情同源种质”这句话，可是在《华严经》上为什么找不到？这个应该就在《华严经》里。你可以认真找一找。这个意思很深。说一切众生，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包括在内。有情这是指这个有神识的生命。人啊，动物啊，十法界的众生啊，这都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呢，山河大地一切的这些矿物包括呢植物也是。实际上呢都是我们自己心性变现出来的。所以为什么叫同源种质呢？心性是一。情与无情同一个心性。所以你能够明心见性了，你回归到自己的真心本性上了，这些所有的万物就跟着你回归到本性了。这叫同源种质啊。所以你要成佛的时候，你看到一切众生共成佛道。如果这个世界还有一个众生没成佛，那说明你也没有成佛。那这个原理你就可以类推呀。看你自己是什么境界就很明白了。你要是你是佛境界，你肯定看一切众生都是佛。这个话我问过师父老人家。我说师父，您老人家怎么念佛的？因为我也没看到老人家经常拿着个念珠，嘴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动。所以我就好奇，想问问师父，你怎么念佛的？师父告诉我，他看到桌椅板凳也是佛，任何人来到他面前都是佛的视线，所有众生都是佛。我突然就明白了，这就是华严念佛三昧。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嘛。那我们这个心看到外面所有众生都是佛，我们这心就是佛了。心境不二嘛。我们是佛心，所以看到外面境界都是佛嘛，佛境界嘛。境随心转嘛，境由心造嘛。
佛心就造出佛境界啊。所以师父的这个心是不离佛呀，他是这样念佛的，那就是念佛三昧啊。这个三昧啊，三昧中王，最殊胜的三昧。所以你看师父老人家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啊恭恭敬敬。对每一个人都是那么样的礼敬。乃是对小动物。师父不是讲过吗，他在这个澳洲住处新居，早上一打开这个厕所门，发现那个蚂蚁都在地上。很多很多，他就合掌对这些蚂蚁说呀，蚂蚁菩萨啊，请你们呢从哪里来就往哪里走啊，不要在这里互相骚扰，我也不想害你们，你们呢也不要啊影响我啊，我给你们半个小时时间，我出去散散步，回来之后结果发现呢蚂蚁都走了。师父老人家在澳洲这次净宗学院的这个多元宗教论坛呢，他有开示啊，讲了这个例子，结果把那个新加坡伊斯兰教的领袖哈比哈桑长老感动得不得了啊，他也有讲话，他就特别讲他对于师父老人家这种行为的一种感受啊，一个老人家对蚂蚁都这么尊重，你就想想他那个心。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呢，礼敬诸佛，首先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了啊，那么你才有那种礼敬的心。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位同修的提问。默学在淘宝网上看到有净空老法师的播经机，播经机里主要内容是佛号，净空法师对不同维次空间众生播经开示，地藏经、三十悉念、十善业道经、无量寿经的详细讲解，悟道法师三十悉念法会实况，净空法师三规传授，网上说净空老法师04年元旦有过关于在家播经这方面的开示，师兄们都说在家播经有好处，默学想核实一下并请教大德，默学目前业障现前，意念不断，能否在家播放播经机，需要注意什么事项？这个可以，很好的事情啊，在家里啊播经，祈请啊这些敏界的众生啊也一起来共沾法益啊。那么你祈请一定要这个有请也有送啊，除非你是真正啊想留这些众生在你这个家里啊一起修行，那就另当别论啊。那么一般呢就是你请他来，晚上请早上送啊，希望他们呢各归本位啊，早日啊同生净土。那你用这个真诚心呢对这些众生你礼敬他们啊，他们也就很欢喜护持你啊，这个确实对我们也都有很好的好处。下面一个问题，在净宗学院的直播中看见老法师非常欢喜，我从去年到现在一直有个疑惑得不到答案，就是2010年2月份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自己在一片漆黑的海水中，回头看见岸边有四尊玉佛，其中一个佛伸展手臂大笑着指着一本杂志告诉我这里危险，叫我赶快离开这里，去找一个贵妇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因为自己的梦境实现的很多，所以不明白这个梦境究竟是叫我做什么，或者佛指是什么。啊，请开始。这个我也不懂解梦啊。那么我觉得呢，所有的梦啊，那都是啊这个虚幻啊，你不必啊太过执着啊。有很多梦是感应，这是也有预示的功能，但实际上呢，即使它是一种感应和预示，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最重要的是平常断恶修善，改过自新，好好修行啊，那自然你就会得好报。那善与必有善报嘛，啊，恶必有恶报啊，祸福无门呢，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所以你不必呀、对这些所谓的预兆啊，啊，这个预言呐、有什么执着？啊，因为未来是可以啊改变的。啊，怎么改呢？我现在的心就决定了未来。啊，就像《了凡四训》里面开示的道理：“命由我造，福自己求。”啊，就问你自己当下的心，我是善还是恶？是自私自利，还是为正法为众生？那善恶立刻就清楚了，祸福也自然就清楚了。那么真正学佛弟子，一切交给佛菩萨安排，那更不用想未来了。相信未来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美好的。这个美好不一定说是世间人所说的很顺利呀、你得财富得功名，不是那样。是帮助你提升。哪怕是逆境也是美好的。那都是佛菩萨帮助你提升的。给你考验。让你能够突破障碍。消除你的恶习。所以事事是好事。下面一个问题。默学看过听过老法师的开示，知道念佛六字四字皆可，但能否请问净空上人自身念佛修持是念四字佛号还是六字佛号？这个问题我刚刚回答过了。师父老人家念佛最重要的是看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那他心就真有阿弥陀佛了，这是他念佛修持啊，我们要学习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啊，念念相应念念佛。至于说这个技术上是念四字还是六字，这个都不重要啊，只要你的心诚静啊，心里有佛，念四字念六字都可以。当然四字比六字就更简单啊，是吧？少两个字嘛，更容易了。所以师父老人家他也是念四字。平常他都念四字。那么到临终的时候，这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特别讲到，更应该念四字。因为什么呢？临终人呢，他心力微弱，让他念得越简单越容易越好。下面一个问题。弟子依海涛法师施食仪轨一月有余，感觉心还算至诚。但因母亲知道后阻拦，怕母亲不理解造口业，
所以无法坚持。这个施食啊，这是啊，怜悯呢、啊，忧悯众生啊，让他们呢也得到这个温饱啊。我们自己吃得好啊，吃得饱，也要想到啊那些苦难的众生啊，没有东西吃，很苦。所以啊，哎，做这个事情是好事情。啊，那么如果家人不理解、反对，我们最好呢避开他们做，啊，不要跟他们起冲突，啊，也以免他们造业。啊，那实在没办法，那就只好，随缘。啊，你可以呢，比如说到寺院去做，啊，或者呢跟这些众生沟通，啊，请他们到寺院去，啊，到有这个施食的地方，啊，他们呢，这个啊享用，那你给他念佛回向，啊，给他那个平常读经，帮这些众生啊，消业障。他们也能一样感恩你。啊，那么你这个下面的问题说，如果我是如法施食，而因尊重母亲意见以后不再施食，会受干扰吗？啊，如果不想做了，需要用什么仪式告诉啊我曾施食的众生呢？如果不能坚持做，众生来找我做提醒，往生会不会受到影响？啊，这个呢，道理啊，并不难懂。啊，就好像啊，我们请了人到我们家吃饭，啊，本来约好天天请他来吃饭，给他做饭吃，结果呢，忽然有一天，就是你不能给他做饭了，啊，因为种种的这个原因啊，你就不行，做不来。当然，对方会起烦恼啊。那么你要跟他诚心诚意的说明啊，希望他谅解啊，希望他能够改到别的地方，那个地方可能施食比我这里更好，劝他们去那边。哎，诚心诚意的啊，劝告他们就去可以了。那么至于说会不会影响你往生呢？应该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往生与否全由你自己的信愿之有无。啊，这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看破、真放下，一心求生净土。啊，你如果有真信切愿，那你必定蒙阿弥陀佛48愿力的加持，接引你往生西方，什么人都障碍不了你啊，妖魔鬼怪也没办法障碍你，佛力加持不可思议的。那你要相信佛力啊，那不能有怀疑啊。当然跟一切众生尽量结善缘啊，不要结恶缘，以免他们来障碍。啊，尽管你信愿很坚定，障碍不了你，那但是呢，你要想想这些众生，他们也很可怜。啊，你让他们造业，啊，那也不好。啊，更何况如果自己信愿不够坚定，那他们就真能够障碍。下面一个问题，我今年16岁，就读于重点高中，这些年来学习一落千丈，什么原因呢？莫过于手淫。从初一开始，同学就不经意打开色情网页让我观看，我也就把这网站记了下来，从此淫念淫心一发不可收拾。手淫啊，
这个戒了再饮，多少次跪在佛前忏悔祈祷都没有用。这个学期开学以来，我也有坚持诵读大悲咒，但总不见效。每当淫欲发作时，挣扎了一会儿，念了念圣号，但又破戒了。手淫给我带来的危害我很清楚，而且早已危害了我的前途，我的身体健康也受到深深的影响啊，损害。想到父母的辛苦工作，我又为自己这么窝囊，学习成绩差，犯邪淫感到痛苦不已。但面对淫，我又把持不住，屡屡破戒，戒完之后又到佛前忏悔，并祈求佛菩萨原谅，发誓不再犯了。但铁铮铮的事实摆在眼前，我又犯了。啊，这样的恶性循环不知多少回了。我今年高二了，也因为犯邪淫，让我的成绩从名列前茅一下子跌到谷底，倒数第一。我有在考试前屡屡犯戒，欺骗佛菩萨，真是罪大恶极。佛经佛号都有念，但似乎就是不起作用。这4年里，我多少次因为犯戒而遭到报应，就是学习下降，没能考上自己心目中的学校。随着我的手淫次数越多，我遭到的报应越严重，和家里的关系逐渐变差了，被人瞧不起，身体发育不良，头脑不灵活，记忆力也急速下降。整天无所事事，不想学习，这一切都因为我造太多太多孽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每次下完决心，又把这个事给忽略了，真的很痛苦，甚至想过轻生。邪淫是万恶之源，请师父给我开示，我真的不想这样。从您这个忏悔呀，我们看到了，您真正良心发现也很难得啊。虽然自己发起这个愿呢，要断除淫欲啊，可是这个无始劫来的深重习气，又不是我们能够轻易断得了的啊！再加上啊，这社会污染非常严重啊，就像你说的，你这是因为看了色情网站啊，所以你这个年纪也轻啊，戒力也很浅啊，确确实实不容易抵抗诱惑。啊，这个现在的淫魔啊，威力很大。人一起淫心的时候，如果有天眼的人，还会看到。啊，这个人周围啊，全都是那些恶魔、淫魔。啊，有的来准备啊，吸食一个人的精气神。啊，有的呢。趁机他来报复这冤亲债主来报复因为一个人起淫心的时候他就丧失理智那妖魔鬼怪正好是乘虚而入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像您这种情形，我们能理解，心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你学了佛，知道这是犯戒，这是造罪业，又改不了，整个被业力所束缚，我们就想到你的内心是多么痛苦。那怎么去做呢？还是啊，要发真诚的誓愿祈求佛菩萨加持你你自己业力很重可能靠自力也不容易克服
这个隐喻性，那要靠佛力。靠佛力最重要的就是用澄净心。印光大师讲，一分澄净得一分利益，十分澄净得十分利益。你要用十足的澄净心呢，在佛菩萨面前深刻的忏悔，痛发誓愿，后不再造。那平常多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仰求啊观世音菩萨加持，每天要有功课。最好每天能够有至少1000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念的时候要用至诚恳切的心。自己是完全无助了。没有办法去降服淫魔。现在祈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用这种至诚恳切心。念的时候，那观世音菩萨就在你面前，这真的。这是观世音菩萨大誓愿了，寻声救苦，随即赶赴。你念他的时候，他立刻在你面前现身，只是你可能看不到他，但是他确实在你面前。那么你刚刚起一念，你能够马上念观世音菩萨，念个几分钟，这个一念也就不会再发作了。那么这个时候要保持继续念。最好平常要念的习惯，不间断的念。另外呢，自己要多学习因果的这些书籍，尤其是安世先生，这个《安世全书》里头有一部《欲海回狂》，最好你认真的学习，反复的看，这部书我也看过很多遍，每次看都受益匪浅。印光大师把这部书《安世全书》评价很高，他说这是善事第一奇书。善事就是帮助挽救世欲人心，这是第一奇书会有奇妙的效果。那么努力的学习圣教，扎好三个根，这个是学佛的基础，做人的基础。只要你真正能痛改前非，那你就能转自己的命运。那么真正你能够把持住一年，这个习气就不会再现行。慢慢你的身体就恢复。你阳刚之气，你的这个气血就充盈。如果是这个老犯淫行，伤肾气，伤得很厉害，肾主脑，所以脑力就不够。脑力不够，那你学什么都学不好，记忆力也差。就是你这里遇到的情形，何必要这个贪图一时之快而耽误终身，想清楚了就要下定决心，下勇猛心，
支持近乎勇。相信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一定能够啊，把这个恶习改掉的。下面一个问题，我在听净土大经科注38集时，听到叛教，有个问题，佛说长寿灭罪经，这个经是否属于大乘始教啊，或者天台通教，或者是小乘藏教之中呢？这个佛说长寿灭罪经啊，它也叫做佛说啊，这个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啊，我记得是这个很长的名字啊，主要是啊有谈到这个啊堕胎的啊业报啊。那这部经是收在啊日本万字续藏里面，在我们中国大藏经里面没有收录，所以有的人呢就说这个经可能不是佛说的啊，也许是一部伪经啊，就没有啊这个啊确定的说法啊。那么当然这个收在大藏经里面的未必是啊全部这些经典啊，也可能有些遗失的啊没被收录进去啊。那么没被收录进去的也未必不是真经啊，所以判断呢我们最重要是在内容上看啊。那么这部经呢，因为中国的大藏经里面呢没有，所以祖师大德没有给他判教啊。这个天台判教啊，这个都是我们是中国祖师大德创造的嘛。那当然他没有判这个佛说长寿灭罪经啊，所以我就不能够回答你。那对这本经的态度，我觉得啊，看这部经对于我们现代社会对现代众生有没有帮助啊，另外看它里面说的理有没有错误啊。如果没有错误啊，它是劝善，劝我们断恶修善啊，那这部经即使它可能不是佛经，也可以流通，以利世间。啊，不必呀，太执着。更何况现在堕胎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据世界卫生组织啊，不完全统计呀，一年世界堕胎的数目啊有5000万啊，那你看这个罪业造的多深，一年5000万相当于二战5年所死亡的人数总和，我们这一年就相当于他5年了啊，那这杀业就重啊，所以灾难呢那肯定免不了啊。那么提倡这本经也有助于大家认识因果啊，那么对于防非止恶也起到很好的作用啊。只是我记得这部经里面有讲到啊，这个堕胎也属于忤逆罪之一啊，跟杀父杀母这个是同样的罪，这个呢我就持保留态度啊，这个不应该是这样啊，不至于那么重啊，但是它属于十恶啊，杀生杀人啊，而且杀这个自己的儿女
那比杀一般人更重，啊，罪更重。下面一个问题，我听了老法师的开示，已经开始播经，是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播，是那种15天一个循环的播经光盘。可是我认识有一些神通的师父，说晚上就不要播了，念佛机也晚上停，因为护法也要休息，而且时间长了会对家人不好的。所以我想请教您，我这样如法吗？因为我孩子太小了。啊，另外说，我的阳台供的佛，这念佛机也是24小时开，书房放播经光盘，播经的桌子与佛堂只是一墙之隔，不知这样如法吗？相互干扰吗？这个播经呢，主要是啊，向这个幽冥众生啊播放，请他们来听啊，所以你选的地方也要比较适合于他们啊，这么这个至于说有人讲晚上不要播会影响到家人啊，这个大可不必这样挂虑。那么护法要休息，那是一般普通的护法啊，那肯定啊不是佛菩萨的护法啊，这如果是佛菩萨他不需要休息。他这个是有无量的神通道力，不需要休息，日夜都能护持我们啊，所以我们发了真诚的善心，那就不必啊有什么疑虑啊，有疑虑反而把我们的纯善呢给污染了啊，那个功德啊就被破坏了。下面一个问题，化有形为无形，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放下自己，放下我执，就可以称为化有形为无形，这样能了脱生死了吗？那化有念为无念呢？该怎么办？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啊，从哪儿听到啊？这个话前后语是什么？这化有形为无形，那如果就这么解释，当然就应该放下啊。那么化有念为无念呢？那应该是更高的境界。了脱生死。你要放下我执，这是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要出十法界呢，入一真法界呢，还要放下妄想分别，那么求生西方净土，我们念这句佛号，这是一开始是有念的，没错，但是呢，万念归一，全归到阿弥陀佛上啊。那么即使我这个念头啊不能够啊完全呢化为无念啊，是有念，那么往生西方可以到凡圣同居土，或者方便有余土啊，凡圣同居土是没有放下执着，只是执着被克服住了啊，扶住就行。如果断了，那就生方便有余土啊。那有念的，就是属于这两土；到无念的，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呢？就是已经把妄想都断掉了，那往生西方是十宝庄严土。
那所以我们现在下手处就是从有念开始啊，而且要老实念，认真的念啊，到无念是自然的啊。你有一个念头说我要得想得无念，那你不可能得，连你这个念佛三昧最低级的这一层次啊，功夫成片你都达不到。那往生西方就是了脱生死啊，这个在经上我们也讲析的很多。下面一个问题，2012灾难真的会来吗？作为佛弟子，我们应该怎样修行，帮助自己，进而有能力帮助别人？这个2012啊，到底有没有灾难？这不是我们自己说的啊，是西方啊古老的玛雅预言里面说的啊，讲2012年12月21日冬至啊，这将是人类文明的终结，这是玛雅人他们的预言啊。那么西方有一些科学家也印证此事啊，有些科学家呢，哎，对这个怀疑。那不管灾难会不会有，作为佛弟子有什么心态呢？啊，我们这个心态是啊，你要当他有什么好处啊？他能激励自己勇猛精进上进。你想想2012年12月21日就整整只有一年了，300天啊，我们就得努力修行了，争取早日拿到往生西方的把握。印光大师开示我们了，经真修行人常把一个死字啊挂在额头上，天天不能忘记啊，天天都把这一天当作我今天要死了，我该怎么办？还有什么放不下？还要牵挂什么？啊，那我能不能往生西方？这样来警测自己，那你功夫啊就很快成就。那么如果万一有灾难呢？有灾难，我们用我们的真实修行的功德回向，能够帮助化解灾难，这真的啊，未来是可以我们改变的。就像美国布莱登博士他也说啊，要化解灾难，必须全世界人要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信念。啊，所以他可以改嘛。啊，那如果没有灾难，那么更好吗？我们也就成就了，成就了，我们留在这个世间，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也一起往生西方啊，所以啊，这个灾难的说法对于修行人来讲，这也是一种增上缘。啊，我们修行人确实要有危机感。啊，那你想想，现在人众生造的恶业多少？啊，且不说这些预言了，我们从因果上来看，杀盗淫妄现在可以说是空前的呀。啊，就说杀生啊，刚才讲的堕胎一年就5000万，实际上可能还不止。就这个业，
那就足以啊，给地球带来毁灭性灾难。啊，那还有杀的这些动物，海洋动物、陆地动物，不计其数啊！啊，还有邪淫，啊，那这些都是啊，遭天谴、报应啊！啊，所以真正要想挽救灾劫，学佛弟子应该怎么办呢？除了自己认真修行、断恶修善以外，啊，有能力、有缘分，尽量的推广因果教育。在香港这里，儒释道三家都能讲，公开讲没问题。啊，假如能够有这么一个论坛，啊，请真正有识之士大力提倡戒杀戒淫，啊，就以这两个为主题，唤醒啊迷惑的人民，这个应该有很大帮助。啊，《安世全书》里面，你看看他老人家上半部这个书，他是详解文昌帝君胤祉文；下半部呢，他有三种啊。第一个，万善仙子讲戒杀；第二呢，欲海回狂讲戒淫；第三，西归直指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单把这个戒杀戒淫列出来，可见的周安世先生的这个智慧眼光，导致灾难的这是两个最大的因素，淫业和杀业。那么如果有福报、有能力、有智慧的人，他们出来呼吁啊，这个组成大型的论坛，提出这样的倡议，向各国政府、向联合国啊去呼吁，停止伤害生命了。劝大家都要吃素、戒杀，停止堕胎的行为，谴责邪淫的行为，对那些媒体，我们也要关注，谴责媒体播放不健康的、黄色的、色情的这些内容，还有这个互联网上的，大家一起行动，制止这些色情网站，全民行动起来。提倡戒杀戒淫，这个可以帮助挽救灾劫。那么念佛的人每天念佛，回向化解世界灾难，这都是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下一个月1月8号到10号，我的剃度师上唱下怀长老他来出面，
举行3天念佛共修大法会。现在又有这个报名都报满了，听说有超过10000人报名。那么实际上场地有限，大概只有7500人参加。邀请师父净空长老来做开幕致辞，然后连续3天念佛，专为护世喜斋来念佛，而且这是网络直播希望呢全球的净宗同修念佛人都能够同步跟着一起念佛就这3天我们也拿出3天时间在家里，在道场里自己念佛，就是为了护世喜斋过去印光大师在上海举行护国喜斋法会现在呢，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灾难的威胁那确实现在看到灾难越来越频繁，我们要护世喜斋那最殊胜的方法莫过于念佛。下面一个问题，弟子现在是公职人员，每天平时上班下班工作，看刘素云居士讲的光盘说时间来不及了，很是惭愧。弟子对于单位的名闻利养到现在还没真正放下过，在此向各位菩萨忏悔，真的像老法师说的那样克期求证吗？是否需要辞职专门进修和精进呢？这个不需要只要你能放下名闻利养放下对五欲六尘的享受执着放下贪嗔痴慢，你在家里面尽量多挤出时间听经念佛生活越简单越好不要浪费时间除了工作以外，你就整个时间都泡在佛法熏习上，你不会差过专修的人专修的人他未必会珍惜那是觉得时间多所以他可能不一定那么精进，反而不如就在家边工作边修行的人，他懂得珍惜时间像我本人学佛都是边学习或者边工作边学佛的我从来没有是专职24小时什么都不干就念佛就学佛，还没有那样除非是打个佛七，那就是短短的几天包括乃至现在辞了职了本来可以专心修行的，但是现在也要为了弘法为了要这个学讲经还为师父老人家做秘书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多的这些工作量，也不可能专学这个就是专门来念佛，这是有很大福报才能做得到我还没有这个福报。那只要什么呢？平常多挤出时间念，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只要你不是在动脑子、在工作，你就念佛。这个我们能够办得到。这个不会影响往生为什么？你真能放下。这些工作不是为自己
啊，都是为众生。啊，我没有名闻利养，啊，没有自私自利，那对这些工作我尽心尽力做，为众生。啊，那做得成，做得好，众生有福。啊，做不成，做不好呢，众生没有福，跟自己都不相关。啊，自己已经尽心尽力了。这样的心态，那你念佛就容易相应啊。否则你一起专修，啊，你这个心要是没有相应啊，那也是枉然啊。不过话也说回来，如果你真正发心辞职专干，固然是更好啊。那你要有这样的福报才行，就是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啊，有人供养你，或者你自己有足够的积蓄啊，那当然更殊胜。下面一个问题，我的丈夫在十几年前用不正当的手段赖掉别人的钱不还，还有一个是多要别人的钱，共两个人，具体多少钱我不是太清楚，一个知道名字，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现在我学佛了，知道这个是恶，迟早要负因果债的。我想在丈夫不知情的情况下替他把这个恶债还掉，因为丈夫不是佛门中人，和他说了他不会同意，请师父为我开示，我该怎样做才能还清这个债。你有这个想法很难得啊，这也是你的慈悲啊。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做，当然做好啊，把这个债还了，帮助你丈夫跟这两个人呢、啊、解冤释结啊，化解怨恨了啊。那债务呢，你替他还了，你丈夫欠你了，那你就可以不要还嘛，你学佛了啊，人家欠我的都不要啊，我欠别人的一定要还啊，这样就很好。那你丈夫欠你的就好啊，他就听你的呀啊，你就慢慢可以度他学佛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有这个能力给他还啊，你自己有钱才行。下面一个问题，我的儿子不会读书，不听话，15岁了啊。我知道孩子不听话，读书差，都是大人的过错。我以前没有学佛，不知道去教育孩子，等我现在知道教育他的时候晚了，孩子已经不听我的了，请师父慈悲开示，我该怎么办。这里头啊，都会有因果问题啊，孩子不听父母的，那多半就是啊讨债的啊，或者是抱怨的啊。如果是报恩的，都是孝顺的孩子啊，那还债的他都能供养父母啊。那么如何来转来抱怨的转成来报恩啊，至少他把这个怨要化解，那最好就是你也度他学佛啊，你让他慢慢学习一些因果教育啊，接引他入佛门。你可以呢让他看看这些因果教育的书啊，尤其是啊现实的案例，还有这个感应篇、汇编，现在都有白话啊，还有这个有声书啊，把这个感应篇、汇编呢里面的这些精华的故事啊，用这个啊有声书的形式啊，这个
表现出来。啊，师父老人家为此提的名字叫积福消灾之道。那这本书非常好，可以让孩子看，可以让孩子听那个 MP3 的光盘，这在网上都能下载。啊，国语的、粤语的都有。啊，我记得粤语还是当年啊，这很早了，差不多是七八年前了。那时候我向胡居士提议要做这个事情。啊，胡居士呢就请了马来西亚啊净宗学会这些同仁，他们请播音员制作，啊，还我来帮忙啊做这个校对啊。那个也是非常的好，值得大力推广。下面一个问题：默学修学佛法已经5年了，没有中断过听经，但是也不算特别精进。虽然不能说一点进步都没有，但是却一直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修学。因为学佛后障碍特别多，一开始特别恐惧怕鬼，晚上不敢睡觉，后来就是焦虑，也不为什么事着急，但就是啊心里特别慌，静不下来。另外特别怕死人，没有学佛前我看见路上卖寿衣的商店我都难受，晚上做噩梦也是梦见死人之类的。但是我坚信，我虽然业障深重，只有佛法才能根本解决我的问题，所以还是认真修学，不敢放松。现在这些现象基本没有了，但是死人还是有点怕的，只是没有以前那么恐惧了，现在又患上了比较严重的头痛。我再三的反省自己，最后总结，这个业障可能都与我从小有手淫的恶习相关。很小的时候我有手淫这个恶习，小时不知道，长大才知道，但是也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学佛以后还经常犯。现在我希望痛改前非，也发心后不再造，多印一些戒邪淫的书籍，希望能通过法师您向大众发露忏悔。我这一生想好好修学往生西方，如果这一生都不再犯这个错误，这个罪业能消除吗？这个忏悔就是后不再造，能后不再造，这罪业就能消。啊，所谓消，就是啊，它不会障碍你往生。啊，但是你要是还没有真正开悟之前，这些恶习种子会留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啊，如果有缘，它会起现行。啊，所以我们呢要时时防范，啊，刻刻谨慎，啊，特别远离恶缘，啊，污染源，这样啊能够保得住我们的啊戒行，不至于啊再回返。啊，那么至于说你有恐惧心理，啊，害怕鬼、害怕死人，这些确实都是啊心理障碍。你慈悲心呢不够，慈悲心呢就不会有恐惧。啊，因为这些众生，他也是苦难众生，啊，他比我们更苦，我们应该怜悯他们，多念佛给他们回向。为什么要害怕呢？害怕那都是因为有自私自利才造成，啊，有自私自利嘛，就跟这些众生起对立了，起对立就会防范他，啊，担心他来伤害自己，所以有恐怖，这都是因为慈悲不够。
啊，那慈悲不够，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啊，所以我劝你多听经，多诵经，啊，尤其是诵啊《地藏经》和《无量寿经》。在《地藏经》里面学习地藏王菩萨的孝敬和慈悲，啊，专为呀、帮助这些幽冥恶道的众生啊，这、就是地藏王菩萨的慈悲，我们要学习它，这你自然就不会害怕。啊，我刚刚进佛门，就是读《地藏经》，读了《地藏经》以后。对这些十法界的这些生灵没有任何害怕，啊，是见鬼呀、见是什么什么形象我都不怕，自然胆子就大了。这个大了不是说，哎，这个会很狂妄啊，或者说这个，哎，有跟众生对立的心理没有，啊，慈悲啊，确实增长。啊，那么读《无量寿经》，特别是啊，能够让我们的心清净，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看破。啊，这般若里面讲的五蕴皆空。啊，你常常这么观想，任何境界都是梦幻泡影。哎，慢慢的你就真的无有恐怖啊，远离颠倒妄想，你可以做到啊。那么过去犯过这种手淫，手淫也是邪淫啊。现在发心劝导大家啊，断邪淫，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希望我们呢一起来努力，啊，来拯救啊现在社会的这个人心啊，特别是年轻人受污染很重，啊，像前面那个啊，刚才那位同修提的问题，他就表白自己啊，忏悔自己啊，深陷于这个泥潭不能自拔。他非常的痛苦，我们应该帮助这些人啊！我们也念佛回向世界啊，邪淫之风啊，能够停止啊，众生能够回头。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印光大师在文钞中说，念佛应该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我理解就是白天时刻提起佛号不间断，从暮至朝就不理解了。晚上睡觉怎么还念佛不断呢？另外晚上闭着眼睛念佛睡觉可不可以呢？可以，啊，晚上睡觉都念佛不中断。真正用功的人呐、一刻都不放松啊。那具体怎么做呢？你这个佛号一直在念啊，睡觉不要念出声，心里在念啊，念到睡着为止啊，这样就很好。第二天早上睁眼了，第一念立刻提起佛号，又相续起来了。啊，就这样先开始这么练，念到最后啊，那确确实实连晚上睡着了，那佛号都能不间断。啊，你晚上都很清楚，啊，自己睡着了，但是你的佛号都能听得到。啊，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你这个头脑很清醒，啊，而且你知道昨天晚上一夜这佛号都没断过，念佛功夫成片了。默学认真学习了胡晓林老师讲解的十念法光盘，也用十念法来念佛，
感觉有进步，心平静了不少，做事情比以前仔细认真了。只是在静缘当中念佛，比如吃饭、走路的时候，或者家人在旁看电视，念的就不能专心了。念的时候总是感觉有什么放不下的，请问这是不是功夫不纯，容易受外界影响的表现？没错，就是你功夫不够，继续念，努力念，一直念下去，不要怀疑，不要间断，不要夹杂，最后你功夫就能成就。下面请问，在修学过程中如何提高警觉性？我目前经常过了三四天时间才反应过来说错话或者做错事了，可能还有很多很多都没反应过来，只是自己不知道罢了。有什么办法能犯了就立刻知道错了，或者还没有等犯就先觉悟了？这就是功夫问题了。你这个佛法熏习的不够，你这个功夫确实很难提起来，因为习气深重嘛。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无始劫来的习气，你哪是那么容易断得了的？改不了啊，很难改。怎么办呢？大剂量的佛法的熏修。多听经，多念佛，每天都反省改过，对照三个根的功过格，这么做下去，做个一年半载，你功夫就能会发现有明显提升。一开始可能三十天才反应过来的，你现在每天晚上都能反应过来了，因为你做反省啊。时间久了，你很快就能反应。可能前一小时犯错，后一小时就知道了。那就忏悔，后不再造。慢慢可能前一分钟做错了事情，后一分钟就觉悟，这功夫就可以了，不错了。再要进步。前一秒钟犯错，后一秒钟觉悟，这相当了不起。到最后你前念刚有犯错的念头，后一念就立刻把前面的念放下了。这个功夫就纯熟了。所谓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真有觉悟。古人又说，才动即觉，觉迟即悟。人家讲念头，念头刚动你就觉察这个是对还是错。要是错了，立刻觉悟到，马上就放下。假以时日，勇猛精进，你就有这个真正降服烦恼习气的能力了。好，下来，请问在修学过程中，如何对经教的学习保持正确的理解，而不至于因错误的理解使修学误入歧途？那最重要的，你多听经，而且听一位老师的一家之言，要有师承。听久了，你这个观念，你这个理念跟老师就相同，那你自然就能有正确的理解，不至于偏，这总要下个三五年的功夫，你的知见呢才算是比较稳定。
啊。那么，平常如果有同修道友呀，常常切磋琢磨，啊，有些自己不太肯定的想法、观念提出来，跟同修道友讨论，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修行与生活座谈会，这就是同修道友之间的讨论呢。啊，你有这个问题提出来，啊，这也便于我来学习。啊，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你这一提出来，哎，让我就想到了，我讲出我自己的看法。啊，你听了之后，你可以参考。啊，不对的，你给我指出来。那，这切磋琢磨啊，就很帮助我们端正啊之见。下面一个问题，我的一位同修最近说，在多年前上班时，单位工人形成了一股风气，下班时就拿单位的布，他拿的是最少的，你不拿就会遭到别人的白眼。现在学佛了，知道这种做法是偷盗，在佛前多次忏悔。问题是，现在这布已剩的不多了，都送人了。剩下的这部分布呢，怎么处理好？总不能随便浪费。再有呢，他把这些布送给别人，那些接受布的人有没有因果？应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啊，过去没学佛不懂，造了偷盗的业，啊，现在忏悔，后不再造。啊，这就是改过自新了。啊，那么至于说要怎么弥补偷盗的这个性罪，啊，性罪是你偷了别人的，你得还，啊，偷了单位的，那得还单位，啊，这是赎罪呀。啊，那现在所剩的布不多了，也不便送给别人，或者是不便送给单位，怎么办呢？最好你能够啊，拿出相应的钱，拿去布施。那布施最好的就是啊，流通法宝，劝人改过修善。啊，那这些做法，帮助你呀，减轻啊罪业，消除罪业。啊，不过呢，欠了别人的，将来也会还。啊，现在我们好好的学佛，将来往生西方了，乘愿再来，那欠多少的都能还。啊，因为你具足啊，神通智慧呀，啊，你是应有尽有啊，啊，所以人家要多少，你可以给多少。下面一个问题，墨学在中国网上看到这样的评论，不少人表示混血宝宝都很优秀，智商非常高。从基因学角度看，父母基因染色体相差甚远，因而容易遗传父母的显性基因，一般较为聪明。不过有学者认为，混血儿之所以聪明，与后天的培养不无关系。由于受到两种不同地域文化的教育影响，父母结合各方优点教育孩子，因而混血宝宝聪明很大程度上因为后天关系。请问这个说法正确吗？佛教怎么看基因遗传和聪明漂亮的问题？这个学者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啊，父母这个地域文化相差很大
如果他们都有心好好培养孩子，肯定都拿他们各自最优秀的方面来教育孩子，这当然孩子就会更优秀。所以后天教育非常重要，优秀是教出来的，所以要好好教育啊，这是啊，为社会啊培养人才。那么，怎么个教育法？第一要重德行，聪明、漂亮、有才华，如果没有德行，那将会是社会的败类，对社会毫无益处，可能还有害处。那这个宝宝将来长大了，他也是终身呢，都毁了。所以德行是第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个非常重要，一定要扎好这个根，其次才讲才华。第二个问题，因为听老法师强调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家庭用两种甚至三种语言教育孩子，对孩子的智慧有影响吗？孩子学东西快，尤其学语言，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么在德行教育上确实需要统一思想，最好是用中国老祖宗的教育方法，教育理念，让孩子这个学经典，另外父母给孩子做好榜样，这是至关重要。孩子有没有智慧，看他有没有定力，有定力他就会有智慧，学东西就快，千万不能养成浮躁的这个毛病。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定弘有讲的不妥当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